一头浪漫长发，大大眼睛，笑容超甜美，她就是林亮亮。一下俏皮装可爱，下一秒又开怀大笑，镜头前跑跑跳跳，肢体动作超丰富，换一个场景大走气质唯美风，性感 pose 也没问题，还能搞怪一下，斗鸡眼搞笑扮丑都放得很开。翻开林亮亮的脸书，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系列外拍美照真的都很上相。其实林亮亮从政大广电系毕业，本身是桃园人的他，也曾穿着学士服回母校武林高中，现在的他则在中影制片上班，偶尔才兼差当外拍 model， 也把拍照当作兴趣。他曾经将学生时代戴着眼镜宛如小男孩的旧照片在脸书对比和大家分享，证明女大十八变。他也爆自己的料说，朋友说他除了拍照以外，私下素颜戴眼镜太邋遢，这回因为浴缸照一系爆红，还让林亮亮的家人一度无法接受，经过沟通后雨过天晴，也让更多人认识这位高学历的搞怪美女。东森新闻沈景阳林玉仁在台北报道。